今日咱四点，咱各位亲人，大家大家晚安。晚安。晚安。有上课讲义，我首先甲咱父亲做一个预告啦吼，会使咱迄个从这个迄个消息吼，那个那很重要，所以讲吼，咱父亲的主题讲吼，拢无讲安尼吼，这是我的决心。第四个给播甚至负责人，迄传奇的是，我阿无自家过迄个，都同着咱泰国哦，咱像今日哦，过甲我迄个过低哦，那才哦，阿原来负责人有传迄个五点要五点半遐，传迄消息去，讲哦，拢无迄个，还讲伊有代事安尼，哦啊，所以讲伫私底下，虽然我伫个亲属无甲负责人。做些报告，但是我阿有私底下交负责人，哦，有迄个，甲伊回啦。啊，伊是咧讲，啊，咱这若两分点的书无伫的，哦，伊是无讲伊啦，伊讲个两分点的书若无伫的，恁是拢安那咧执行这个办事啦？哦，或者是讲，哦，大家做伙分业，啊是迄、那个，啊，要请迄个讲师来签书啦，哦，来咧讲解。我是因为之前伊前年经理有咧讲啦吼，伊讲啦，经理无伫个，毋免过一阵咧做一个分享，啊，互我咪照一个听书在咧走，吼，啊，之前都有安尼经过，我嘛是照实咧，啊，甲咱负责人做一个报告啦吼，啊，伊拢无，甲咧讲伊拄咧好无滴，我是讲哦，太细个咧哦，啊用咧讲言。啊，过去咱经营经理伊是拢用迄个 PowerPoint 来吼，伊用电脑，啊 PowerPoint 即摆用出来看咧，安尼会较清楚。哦，啊当然咧，拄好咱啊经理拢无伫个，啊拄好啊副经理来，啊无讲迄个副经理来咧做一个来啊处理啦。吼，啊伊来的时阵，我本来讲到来第七页尾啊，伊个对头还是伊个，哦啊所以讲伊讲。哎呀，大以前哦，那是啊，都啊，咱厝边讲，搁搭报告遮尔，啊，事实真正是安尼啦吼。哦，啊，今日咱要讲这个新的吼，啊，新的咱大多咱朋友咧有讲过。啊，咱知影这个玉祖，哦，玉祖伊是一个哦，一代祖师吼，啊，伊已经是归元啦吼，即咱拢会当意会着。啊，哪里初初这个啥，这由天主啊开始，哦，一战的就是伊咧本法，哦，拄着。哦，迄进前咧拄着迄个啥咧，迄有人去啊，一个人员上茶去到迄个客店啊，闻听着迄个金光经，哦，心即生出迄个开悟心，啊，向着讲吼，要学道，要求道求法，啊，迄、那个啥，迄、那个菩萨心，哦，拄仔伫遐开始启动开，哦，啊，所以讲这因缘咧，啊，是来讲，啊，嘛不简单，啊嘛是因缘。过去实际因缘，所以讲咧，伊个根基深啊，深厚啦，咱来当看出来吼。哦，咱着有过去的时有学过，咱来看来知影。啊，佛爱读古文吼，作文法逆何方言，欲求何物，归零对法。弟子是领人心修德行，往来咧思维求作法，不求疑问。作言逆是领人言，又是格调，欲以堪作法。慧能无法，人虽有难法，佛性本无难法。他了心意何相？何相不同？佛性有何差别？五祖经若无语，请见多将众在左右，乃能随众作福。慧能无慧能体何相？弟子自心常生，常生智慧，不离自性，即是福德。理性和尚告作何物？作文这格调天性大义，逆境无言啊！遮唱起慧能配置后衣，有一行者猜慧能好茶答对经，经地位移。做一日不见慧能物，我思念之间可用，听有恶人害你，谁不污？逆言逆地，逆地之后，慧能曰：弟子有地思矣，
不敢凝聚，当前凝聚不敢。哦，啊，一段当然的，这个是咱初初入座呢，啊，到五座遐哩，啊，要求法，哦，要求法。啊，当然这一段是对答，啊，是应该是咱讲啊，某一个妙语啦吼，禅语。啊，这种啊，只有啥呢？只有啊，咱师徒之间的对答。你在在，我在在，安尼吼，师徒的对答，而且看做讲吼，人讲迄境界吼，迄个智慧呢，吼，迄个深浅啦吼，所以讲呢，吼，迄个精神真正大义吼，哦，做我做到人讲你是啊，啥物啊，何方的人士啦吼，啊，你在遮是咧啊，为了啥物代志要来，要求啥物物件，哇，这就是有一个。有一个起始啦，哦，起始就是讲吼，哦，人讲哦，起头，你问伊个原了，一个起头，哦，如果欲你到遮个时阵，你是要哦，求啥物件，归因呾，呾对然后地主是领啦，新酒必胜，哦，啊，即个我毋爱上解说伊个新酒，即后来会拢解说吼，伊个地号，哦，地方地号啦吼。我讲正个所在来恁个礼拜事务哩，敢若一项目的，一个目的，哦，对咱培养个有讲啊吼，为求作物，不求利润，所以讲咧，伊只会当看出伊个真正，伊个智慧咧，吼、哦，富有大智慧，所以讲伊来到嘛知讲来这世间个当中，哦，伊有悟到这个人生个无常。啊，过去的当中，地藏讲嘛讲，什么世间的代，世间的有形上的物件，啊，包括咱家己这个身躯，都不是咱家己的，哦，这拢是咱少年少大，哦，甚至爸仔囝、母仔囝，这拢是一个一代一个资源尔，哦，这本是着过去的因缘，哦，所失的因缘，伊做一个资源，哦，人讲大汉啊，夫妻本是代，啊，当娘娘大汉来时。自归哦，即较早拢捌听江苏咧讲过哦，即拢是一个家族缘尔哦，缘哦缘来即自啦，缘尽即散哦，即是真正哦，所以讲人生个无常哦，较早迄个印尼哦，迄个啥海啸，人死去啊，伊阁无想伊讲哦，伊会感觉足痛苦，伊处理啥，讲我是安怎死啊，我死个时阵死到不明不白。哦，伊会唔敢面对这个事实，哦，啊，所以讲伊会感觉啊，太安尼怎么会这样？想嘛想无，我嘛无无，所以讲咧，一时间之中咧，哦，失去生命，所以讲咧，伊唔敢去面对，嘛无法度去，哦，嘛无法度去接受这个事实，所以讲咧，也有些咧，哦，来当中，哦，不清不楚，要倒去嘛不清不楚，所以讲爱多少个风险。是足可怜、可悲的代志，所以讲呢，咱爱来道场要了解道理呢，要求佛求知呢，必须爱了解这物件。石头人生靠树在靠，哦，这嘛是拢爱必经的一个过程。咱人是有情，哦，有情的物，诶，动物啦吼，哦，你有一个思想有啥呢？跌倒安尼的时候，咱跌倒更加痛苦。有遐物件跌倒的，哦，人讲哦，牵肠挂肚要生。生理生哦，生理生哦，生理思辨的当中呢，哦，这是一派去割舍的啦，哦，这是难免哦，啊，当然迄个过程当中，哦，这个拢会经过，所以讲呢，哦，咱电视哦，也是迄个连续剧咧看，哦，你啊看，是毋是足悲惨的代志呐？拄着好是欢喜，拄着无好。哦，是伊遐咧，哦，难分难舍，哦，是毋是？哦，所以讲咧，迄个物件，咱毋是讲咱人，是咧大象啦吼。大象若是有一只伊个同伴死去，伊虽然伊袂讲个，但是会来伊个尸体边遐，哦，伊遐住了足久。哦，迄人迄有专门人迄个咧研究个人，哦，伊个学家学者咧，也是咧博士咧研究迄个，哦，迄动物。真正伊有闹一个情感伫啦，虽然伊袂讲话，但是伊会伊遐留言我快，会一大句，啊无着用迄鼻仔甲碰触伊个身体啦，哦，啊一只一只吼，拢来围绕伊迄个尸体啊，好像呢，
吼，有哪有一个钱伫个吼，也是安尼吼，所以讲咧，迄个钱，吼，迄个钱，钱原来是作批，哦，丢到个物件吼，所以讲咧，伊来就是讲追求作物，因咱本来就是物，哦，众生皆有性，本来就是物，啊，你要求其他个物件，那个是身外之物，迄是多余个啦。所以讲咧，人是上智慧人，伊是唯有。哦，那要求伊法的，求要得到伊真正要爱，所以讲咧，其他的这物件伊甲当作这个是无重要，哦，上重要就是迄个自性分。所以讲咧，哦，那当阿赖当中靠我当超凡之性，靠我当出类出类拔出类啦，出类拔萃哦。所以讲咧，他当哦，他当那个。超越啦吼，做咱讲，你是领人，又是甲调，啊哪会当做不啦？讲你是巅峰人吼，去生于迄个所在的人，而受吼，有一个啥呢？伊等于吼，安尼吼，较是无开化的一个 space 吼，交咱这当中呢，有较迄个呢，接触着较哦，即个知识的吼，就差较侪。当然，伊安尼当中咧，你甲讲，哦，人伊就随甲回应啦。是讲哦，那是咧甲真实意思，伊个是，哦，人要讲来，那伊无所来讲，迄是一种，哦，那是咧甲断答，咧甲探问安尼啦。那回应咧，伊就随讲，讲人有南北之分啦，讲，哦，人虽有南北，带咧南方甲北方，哦，东方甲西方，哦，不共迄是个所在。但是，咱的佛性敢有啥物差别？哦，当然，若要讲来，即若一般人当然有差别。但是，若伊哦一个智慧者咧，当然是哦到达迄个境界咧。当然，自性本来就平等，它有啥物差别？哦，无论是啊，咱迄个对一方的人，还是迄个辅助是乌种的人，还是黄种的人，还是白种的人，其实咧是一个。哦，迄是表象，哦，表象嘛是无共款，像狗的探索，有一个无共款的所在，有一个啥，哦，伊有不同的所在，不同的地方。但是呢，伊的佛性本来呢就是清清净净，一点不染的。啊，对咱，你爱讲讲在啊，在生不净，在烦不染。哦，伊过去甲现在，迄个佛性拢无是一个差别。所以讲，伊是一个平等，哦，所以讲咧，甲调甲心，甲调的心甲和尚无同，哦，但是咧，佛性有何差别？哦，伊这安尼回应咧，感觉吼，哦，伊这哦重大个对啦，吼，人讲初出茅庐咧，哦，意义惊人啦，吼，五祖经六古语，请见多像众在这有缘，乃应随众作无啦。哦，即个讲到即个抗战咧，哦，我作为迄个是第四届啦，哦，因为伊是真正爱才，爱伊嘛足知影，较早的祖师啊，哦，然后顶头要发的一个啥佛陀啊，哦，拢知影即个地主咧，伊的心思是咧想啊，会想到一个境界，伊拢有六通啊，哦，虽然恁是针对讲一定爱想迄个物件，但是本来就拢有迄个物件，哦，我做一个比如。哦，迄、那个规模体经，咱也有看当中小佛陀啦。因为到较细出的时，到较迄个境界，伊较毋知影伊个地主的程度，他毋知讲吼，迄、那个啊，迄、那个诶、欸，我迄、那个规模体经师的当中咧，哦咧看病，啊伊嘛知是假病，哦是安怎要讲派地主要去，要去甲哦代表我去甲探病，哦伊个目的就是讲要去互伊哦替。哦，请迄个文物科技师咧，甲伊教导即个地主，开始即个地主，参加伊即个地主。啊，伊过去当中，啊，派啥物人，啥物人拢毋敢去，都毋去啦。讲哦，我拢较早拢去学咱迄个文物科技师咧，洗入世界啦，洗入世界就是讲哦，开始教学安尼咯，吼吼，流失失就对。啊，实在是为因好啦。哦，啊，伊文物科技师迄过去嘛是分啦。啊！伊去在转世降世的时阵，
哦，虽然有结婚生囝在家的意思，但是伊过去不来转世，所以讲天道自然就不共款。所以讲呢，当然呢，佛太也知影，佛知影伊个啊，如果啊，意思的伊的天，伊的天道啦。所以讲要切切伊的当中呢，哦，切的就是啊，伊拢无人要去，到尾啥啊，佛陀才讲吼，啊无啊，迄个文殊菩萨啦，你去。文叫迄个请文殊去啦，啊等文殊要去的时阵呢，因个弟子讲啊，到文殊菩萨要去哦，我大家拢要来，无安尼啊，有人拍头阵的吼，所以讲呢，哦，有人遐动气死啊，可能安尼来个较无代志，啊结果大家去，啊佫一个妙语就是讲，啊因为哎文殊结义书呢，伊内底拢无一条鱼啊，干一条面肠，哦，啊其实伊个嘛是条干的啦吼，啊因为。啊，为迄个下人分去，下人分就是地位第一嘛。其他讲哦，啊，迄、那个技术，啊，你是安那，你安尼，敢是太天之道？啊，阮哦，阮遮济人来吼，要来甲你探呢，要甲你探路的时阵，啊，参一个迄个真地主事业内容，佫唔是安尼啊？你是伊倒一句来讲，你是为法来，还是为济来啦？哦，这个你如果要查一下咧，你是为法来，还是为要来坐哪来啊？哦，伊是要讲啊，你来探我的地来，伊就随甲讲安尼。所以讲咧，拄好好安尼哦，哦，我查安尼，啊，即卖迄个下离婚，哦，人是专业讲，技术，阮是为法来，唔是为坐来，哦，哦，安尼啦。当然咧，后壁过一段。哦，足精彩一个典故，咱来看迄文武百官的当中，会当去了解。所以讲呢，迄个歌手呢，拄好伫迄三轮歌呢，会当见真章。所以讲真正过去啊，修行者都是为法的，咱来知影重点就是安尼。啊，为了法，就是啥物方法，互咱会当超生死脱轮回，迄才是真正的一个重点。互咱袂搁伫即个世间。哦，是属于生育的轮回之苦啦吼，哦，这才是真正的哦要点。啊，所以讲呢，佛性本来无人捌，哦，当然呢，这段当中呢，哦，你我做嘛知影讲伊的地主的迄个，哦，这伊咧想啥物，所以讲今日名咧吼，哦，人讲风，下昼咱咧讲风马太乌，会只来杀号啦，杀鸡啊，啊，真正有咱人伫后壁去个读过的时阵，真正有。得到法了诶，人开始咧冲，开始咧用，结果咧，吼、哦，结果拢要甲杀，甚至哦，伊他着去比伫个哪年其中十五年、十五载，是着真正有人要甲杀。伊为迄个人着是啥？毋是真正为法，是为着啥？迄、那个以外有形象诶，迄、那个哦，作为诶一个传承诶信物。所以讲咧，差太侪咧，然、哦、后所以讲咧，我做派毋知影讲伊诶地主。哦，即个人呢，哦，拢是啥？哦，拢是咧叫起依报啊，毋是咧叫法的啦。哦，真正毋是真正真修实的啦。所以讲啊，迄根基哦，真正真实的甲假修行拄啊差不多尔。所以讲呢，哦，所以讲呢，当然呢，佛性，哦，当然呢，哦，即、这个当中啦，吼、哦，伊就赶紧叫伊吼、哦，啊，来做代志。人要讲啊，佮继续讲诶吼，危险啊！伊无甲讲安啊，啊，啊，佮五所心内有数吼，慧能，甲佮讲，慧能体会上，弟子自心上升地位啦吼，不离自性，讲哦，即是福田，离心无相，到处何物？哦，当然叫一个福田，啊，福田咱有迄个来世吼，啊，甲迄个伊讲叫做来世叫做啥有金呐？有时真就是讲咱哦，精神做的因，今生所修的这就是一个福德，哦，所修的一个果，啊，伊来佫一个清福，丰富佮清福是无漏的一个果，一个福，一个清福哦，就是求究竟法哦，得成果这个吼，这个因素一个无同的所在，哦，啊，当然了，一段当中，伊讲自心。思想拢地位显现，无离开思想，哦，当然这嘛是一个程度，哦，所以讲呢，哦，开迄个了地位吼，无离开思想，
哦，当然嘞，这个当然，伊安尼讲，哦，伊即马来讲哦，啊，唔知和尚要叫我做啥物物件，哦，啊，当然嘞，哦，这后壁当中嘞，这个，哦，你这个角调真是大意，当然这个大意嘞，当然伊内底嘞嘛，你较娱乐啦，哦，无好不容易，伊嘛知影讲哦，玉祖这一回来当中，伊迄个精气，嘛是一个咱一个人才，所以讲伊。去保护伊，真正伊三番两次想要保护伊，甚至到尾的时，伊写一首诗，甲副调，哦，对，伊讲是迄个，伊咧对迄个迄落啊，迄个啥是修大师，啊，迄句诗啦，哦啊，菩提本无树，哦，明镜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所以讲咧，伊咧有一个境界。啊，所以讲咧，甚至因遐地主看到嘛，讲哦，啊，当时啊，即个都无无啥话，还真变甲咧，才无简单咧吼，都大家拢惊着，吼是安尼。所以讲咧，就五祖咧，伊开始入迄个佛门，参见五祖开始，伊就知影讲这是一个大根基之意。所以讲咧，伊哦，伊我咧，伊嘛知影讲将有团结，所以讲咧。一心一意，你也保护，所以讲咧，赶紧咧，哦，赶紧叫伊做代志，哦，要派代志给伊做啦，哦，所以讲咧，当然咧，这个当中，哦，叫伊讲唔通去讲啊，哦，赶紧去，哦，做手就是讲啥，迄个起灭所在，吼，伊后边要改善，吼，哦，迄是一个起灭一个所在。是买小物件吼，伊咧后壁解释，吼啊无迄个坚持，咱啊也是讲草场啥物咧，吼，伊即马退到后面有一个景致，吼，拆规林破草打堆，较早拢爱破草，啊打堆咱知影吼，咱这个做人生心，迄个心管可能也无够，啊体重也无够，所以讲吼，讲迄个。咱就看迄个玉祖传的当中，咱就知影吼，咱较会较清楚，体会较会着。啊，无用讲的吼，也是感受袂着。咱若无去做迄代志，吼，老师讲的讲，只有立其境才有人相。啊，咱都无立其境，啊，搁听话的吼，毋知讲迄是迄个情形是安怎。所以讲，迄当然啊，即个哦，伊个就是讲派迄个药剂，搁绑药剂，要增加伊的体重。啊，可能爱打打伊，迄是咧打迄个打对，就是咧打迄个精气的一个气功。啊，打地的话，当然搏一下，哦，伊咧精气啊，咧对啦。啊，你体重无够的时阵，打迄个打袂出来啊。迄个一定爱打的物件哦，迄个咧聪明的迄个物件哦。啊，咧打地的话，精锐哦，啊，当精锐当中呢，哦，当打会出来，啊，无打袂起来，精锐打袂出来变咱精哦。所以讲，较早咱也是讲。他拄仔讲话，讲咱有阵时爱养尊处优，啊，迄个咱即摆媳妇富贵的，即摆要米教吼，后尾家己教的，哦，后尾即摆米拢家己的，每个都要坐在遐喝茶打堆都要打，即摆拢变迄个驾驶的，天天去的吼，哦，较早拢变茶的，哦，甚至迄个赢迄个破团，哦，较早做兵，我按做兵也算享受的，拄讲的是。佫毋是行迄个拖拖的，佮行迄个天然气，迄阵是成功了，因遐拢行迄个天然气的哦。哦，所以讲呢，啊，做来搏一下，过落来了，我看迄阵伫江西的当中了，拢伫迄个，佮有咧行迄个拖拖的，哦，迄阵是较忝，大啊佮行茶佮较忝，哦，咱较早啦，就较，哦，迄阵袂拢有行茶吼，所以讲呢。咱来看就知影，讲较早伊咧生活，有影迄阵日，啊，真足困苦吼，哦，所以讲咧受苦也是安尼吼。经过八个月，当然一段时间中咧，哦，做一日去见慧能，但讲看到啊，玉祖咧，去予五祖看见，迄阵五祖看到慧能，讲哦，莫思逆己，是见可有，恐有恶人害你，谁不意逆也逆？低级吼，所以讲伊只会当钓一个，会当看出讲真正是五祖伫咧保护迄个六祖，所以讲伊嘛知影讲这当中吼、哦，所以讲咧伊咧讲伊个原理，吼、哦，啊伊物件六祖伊过去的当中，
那伊来时，吼，伊无做，要做，毋知影咱无做诶伊诶意，吼，伊咧保护伊诶意，吼，所以讲，吼，所以讲咧，伊对过去做代志，伊嘛一直搁要搁讲，所以讲咧，吼，因为即个当中咧，吼，伊即个经过八个外月，吼，啊，当然咧一段历练来诶当中，伊啊开始伊咧做迄个工课，吼，当然为人嘛。有啊，提升到伊嘛知影讲老师的意思，伊讲弟子入弟子矣，不敢行之，当前留人不教，不教。哦，所以讲咧，就做嘛唔敢无言去找迄个啥，无做。伊嘛知影讲迄个，即个意思啦吼，即、哦這个代志来用起咩？所以讲咧，咱讲过去真正，哦，高手过招，较早真正是先修理。哦，真正，你若毋知影吼，无法度到迄个交老师共迄个字，真正要得到迄个法，实在是无简单，啊嘛无可能。哦，上主路就无法度，哦，然后我拢得一本书，哦，啊伊就字，哦，第一，第迄个，迄个字尔吼，哦，所以讲咧，哦，伊个境界差吼，甚至咧。哦，经书，迄、那个经书受法哩，空书诶当中，参无无得意关系，人会应为。哦，所以讲咧，迄、那个叫做去迄个客机啦。哦，较早迄时啊，迄个单传独修。哦，当然咧，迄人毋是真正哦，迄、那个客机都搞真正无遐简单。就迄个啥引起性瘾咧，较会知影讲，迄、那个老师迄当时摩尼摩威摩金。你渡关，当时你对只过经过，伊伫遐就炸伊啊！你等老师来，你甲传道互伊，所以讲伊伫个函谷关啊，留下5000多字的一个佛道德经来渡迄个人去修。所以讲咧，过去咧，即个典故咧当中咧，拢有咱看出讲师徒之间的默契哦。伫即段哦，今日一段当中咧，12点到13点，当然这是一个。哦，师徒的一个对答，哦，当然你有妙啦吼，妙处的所在，啊，咱就当好好去体会。当然佛法啊，这个智慧哦，浅薄嘞，啊，都无法度了解嘞。咱五祖甲六祖嘞，伊的一个深度啦，伊的智慧，哦，当然呢，而且做一个提出来做，甲咱做一个分享啦吼。啊，等下面嘞，哦，啊。差不多拢半点钟啦吼，那做一个分享，因为我时间足准嘞，哦，还有不少的所在哦，看无咧过一阵，会当咧，哦，踊跃出来做一个分享，因今咱不见面就无滴，点个书个机，就是咱个机会啦，哦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Thank you.